你没发现我他妈的一直在盯着你看？我适合玩老年人角色，你一直在那原地数，你还好意思说是我戳你吗？我是追的最凶的，我开始来听，是不是你自己心里？谁安顿谁孙子好不好？现在开始。哦、来，行不行？这个谁安顿谁孙子？那灰姑娘赢了呀！我今天选灰姑娘，我赢了。他出了伤，后天哪，他居然出了伤！哎呀，他没分，他赢了。我知道他们都没了。不要打，不要再打了，陆老师。这他妈太弱智了。长路奇象，这个是为什么方便？来啊！我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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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下头接下踢，再接碰上，哎，有想法。哎，他的这个书怎么回事？哎，拍到了，漂亮，可以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刚好，哎，刚好。还是幸好 DK 的下降速度比较快。好，空炮冲一下，再来下击。我操！啊，我听到碎盾的声音。还被马路。这个女人，你们日本怎么这么恐怖啊？哎呦 ，DK， 哎呀，后头，吹水。哇，这个书，老腿，老腿，现在天天跟人家他妈说，弱智一下。还行。哎，空后漂亮一脚，哎呦，差一点，抓，哎呦。马料的抓也是快。行啊，红闪没闪对，妈的被你那两个，本来你这两个角色就是抓你场外的，场外是不是很正常？完了，下头轰炸。就是上线。完了，冥王，哎，还有，哎呀，漂亮，这个匕首牛逼。不愧是冥王，技高一筹。但是还是改变不了康波夫的命运。就是，是不是就是他弱智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哎呀，这个太劲了，不行！哎，白爹上 smash， 哎呀，哈哈，那他就是不搓，真不搓啊！多漂亮，这个身材，真不搓！还有翻盘余地，还有翻盘机会。要不要换一滴啊？换一下，换一下，哎呀，太快了，这个老贼。现在又是重置地回阶段，去一下自己人。叮叮叮，哎，不敢叮吗？其实可以叮，就摊那一点伤害也是可以的，反正真强。好像歪了，歪了。中安，哎，中安上板不太行啊。完了，下不来。昨天他妈的幺幺也是。
哎呦，漂亮，小树棍！如果是再来个空的，就是。光速怎么跟那个女人打？我操！啊，完了，没事，还行。安全，这就是回场的。妈的，从上面回来的时候。哦，啊，不能啊！啊，这个不能抓的，太安全了。这个会，这个打到最后会赢。你妈的，怂也就是怂。我操！我没有。你也可以啊！我和你个屁！我能这样玩，我早就死了。下头，哎。所以说继续啊，第二名了，这个没加。他刮了是吧？刮死你！光是这个离身很可以啊。那谁来？我操！因为我很喜欢这场。好漂亮，空号死不了啊！不追，哎，不，还是不敢追。哇，漂亮！是的，哪怕你给你试一下都可以。问题是狼哥还没死，第一条命都还没死，冥王已经集齐了。啊，没抓到啊，这里。哇，这也被中了吧？哎呀呀，完了呀，这个风吹太大了，范围。防不了呀！你去汉尼拔，因为线上一直在用，一直说无敌无敌。丢死了！我没看过。直接不用抱了，直接不用了，就抱起来，跳起来后头，就是。现在一直在数，估计有人需要抱这个风扇。笑死了！好，开始了。噔，哎，没有。这啥啥？老是不行，输不下去。没有，今天马里奥的火球是比皮亚要烦。亚米就是一定要看是吧？啊完了，这也能抓到！哦，空号！哎，麦迪，哎，哎，怎么回事，狼哥？我操！狼哥，好强的第二子！狼哥秀起来了！哇，这是什么？第一次见这样子的！好强的第二子！抓，哎，上逼！我居然想杀人诛心！有点无聊之外，旁边没有什么。哇，这个天、漂亮，这就算输也值了。输也值了，这个抓，哎，来带走。还有翻盘的余地，还有翻盘的余地。还是逃高过两趟过后的命运。他怎么招到他都可以做的那个 combo 都杀到没的，是啊，本来就是啊，其他就是这样，这么憋吧。哎，为什么这表决是然后全部刀都是放完以后你直接乱抓的，太变态，说有点无聊是吧？啊，你看多了，我操，正式好，我觉得这个角色就不要狼哥赛点咯，一定赢不了两个角色，狼哥已经赛点了，这个赢不了其实没有，他那个可以打的。龙哥，二比零的二比啊。啊？六。二比一定二比零啊？你话边个？你啊？二比二啊？二比零你啊？我比二比零。你怎么杀人的招啊？哎，我操！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？低风狼回场。真的就是这样。哎呀，杀人诛心。低风直接给转过去了。上踢。上帝一下就够了，接不上第二下的。哇，排球！啊！防守啊！冥王！我都说了，这个面不可能那么好抓。这个也太好抓了吧！不会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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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客气。我跟你说，那个燕他妈逆回，哇，这也能做到这个手、不敢下去啊，冥王，不敢下去攻呀！啊！冥王陨落了。那么一看，我今天输了两个人都这么。